这是啥呀？这梅梦。梅。吴艳梅。咦，说还要倒水漂了呀？你看。咦，这像个大的家里那种大水漂。水漂上面。倒个绿的水漂。绿水漂。可是咱做烧子，咱没有烧子。咱家有一个。有一个。那边分家肉，咱们没有。我拿不来看。哇，真香！就这绿块吧。嗯。这我在多少？都在这个绿块会说话。多少度？多少度？啊。这活多少度？活度可不知道活多少。对呀，活的不知道了。五六百度。这个大一块，大块了。你别说那个。我挺来的，我挺来的。我做一天，我第一天我搬家，他过两天我在这儿，最低一天两千块钱。就到这负责。他挺来的。在青海道。啊。现在开，现在可能在这不能高速了。你就光开三轮车去哈。这三轮车不能。这三轮车不能。开那种面，那种货车，小货车是吧？对对，就是货车。下雨淋不住啊。那个挣钱。是，那挣钱，我也辛苦。最远跑到你最远跑到黑龙江吗？俺四哥提了三轮的时间。啊。到黑龙江，住旅馆。啊。哦，住旅馆还行。到嘴上一住，别问了，所有大车都问那，就别问了。对对对。那关。啊。我没学过车。倒了给肥了这，进水。我话筒的锅，我还现在还有一个的话筒的锅。这也都可以倒一个锅了吗？这锅你管话筒，管话筒。这不管。就这锅你不管话筒，你管话筒这不怎么的？这锅你开始了吗？这啊，这都开始倒锅。这样倒的。这温度还不是真高嘞。你给我搞了不搞了？很嘴上不黄吗嘞？哇，这又不管了。你看倒俩来着还，真鲜。我光把身拉住，我把手里拉住了，拉住手了。你啥的你啥的叫配齐。嗯，啥也得配齐。不是这关，我一砸石啊，大家这还得看石是吧？这都是手艺人。恁小孩儿干这个？你现在他不干了，都不干这了吗？连着干么？脏。嫌累的慌，脏累，热的慌呀。你这我不累吧？他脏，他这。跟年轻人，咱这跟咱这老头了，白活咱家自己啥都管，对不对？那你以后你这你那你不能干了，那没有市场了不是？哎呀，那我不干可不适合了，这就高科技了。啥高科技？这也我感觉这也挺好的。那叫你家小孩教会。哎呀，都不干，这个干了不干。都不干了。你在那什么？挺啥？挺着吗？哦，对对。干到十点，那这过来人怪多的呀，生意差不多。昨天得挣多少钱？昨天挣多少钱？这都十点开的，那十点能六个小时。六个小时。六百块钱。六百块钱。不赖的。那也不赖啊。不是你，我们学校干给人倒过好了。中，人家收不住哎。这不要收。嗯，灯开了，后面灯。开开。大家好，我是静静，这是前几天那个骑摩托车，然后走点赖路，然后等走到好路的时候，摩托车上面沾的都是泥巴，摩托车给打滑了。车子给歪了，然后冒烟筒把这个腿给烫着了，
现在抹了点药，但是里面已经发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去打一些吊针吧。还有家里面都没收拾了，比较乱一些。走吧，这走着。背什么去吧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走。去搭小矮人就行了。这发了咋弄啊？这青春。开着大车吧，这外面刮着风呢，万一再发了就乱了。我背着你，不让背。我走走就好了。回开门。爸给接回来了，他喉咙也有点不舒服。给妈挂掉了，你回去。要么一块去。又不是给你大人，又不是给大人，你去干啥？把走到下面吧。我那你在这里面不能乱跑，听见没有？不能乱开门哈。我想去打点消炎针，它好的快些。车给锁了吗？开点窗户。是那个打。行，那个打点消炎针吧哈。打了针好的快。对，打针好的快，又拿抹的这个药，你看，还中了吗？咦，混弄了里面。这一块没走了。啊，你那会弄不能走了是吧？那咋样不管走，也走也离开。哦，是离开走。也走也离开。嗯。我走那边，把拉出去，走那边，把脚放在这上面，正好小，就拿这个手吧。反正那个打个小安针再把这个门给推过了。那疾病的，三级病的。那你别害怕，你不害怕。地头大的都不行。你别着，还这长着一身上磕头。长着不紧呐，人家千锤百炼了。这回给没人上视上那个啥了，上视频了。扎黑的啊！好垃圾。没人，他都这个小人，小人想烦人，烦人。他知道，他知道。我害怕扎针。他都说，别一次扎针，别扎进去啊，多扎几回。你咋对我这么狠呀？不是，练习练习。练习。人家老师，人家老师傅了，一扎都进。他因为这看，这表情你。哎呀，你表情让他拍出来。对呀。这往下一看，这么大个人呢，还害怕扎针，人家敢笑话吗？只有白看，不敢就不害怕了。这么棒，你喜欢你，这喜欢你喜欢的吧？喜欢别的。一个月买点冰吃。我在这等会儿，你咋的？等陪着你，没人，我得下班了。陪着你吧，没人。哎呀，没人给你干大的吗？其实在小院也管。今天大的他哭的哇叫的。都惯上了。惯上也不敢。刚刚下的又不敢下车。走吧，这已经发过了。钱给他们。钱没给的。给钱了吧。你拿着，我就给钱你。给充电器拿着。你管他。他给清理清理了没有？啊？没清理清理，没清理。没有清理，还是那样。嗯，看着吓人。全落的阳面。走吧，走。给你玩具装到了，我就四天去了。能不能再多见？走啊！二十五，四十二，俺们让咱过来打一地方看。打，带两针。哎呀，你俺们打一针，哎，对，先拿个药吧。二十多。啊？你给明天拿个药吧。走了。走。就这样哈，先这样的，加上的。明天我拿着吧。回家再见。